今天分享掌握趋势，欢迎收看决策者，我是王嘉玲。在过去三年受到 COVID 还有战争的影响，其实呢我们台湾最自豪的高科技产业，大家都知道说面临到一个断链危机。那这段期间大家就很好奇啦，有没有机会我们台湾再扶植下一个明星产业，下一座护国群山。这段期间啊，最受大家关注也被寄予厚望的就是生技产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国内的制药龙头宝瑞董事长盛宝熙，欢迎董事长。嘉玲好，各位观众好。好，欢迎盛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谢谢。一开始呢我就想问哦，现在我们是龙头，那我们一年总产量达到多少水位？到13亿锭差不多。13亿锭啊，这跟10年前相比成长幅度？差不多20倍。20倍之多，所以我们成长速度非常飞快。还 OK。这段期间，其实大家都注意到，国内很多的高科技大厂，鸿海啊、大立光，甚至和硕等等，大家都投入到生技产业，有一些投资。是，您真的看好说这个产业如外界所说的，可能会成为下一座护国群山吗？我觉得就是看它的定义吧。那当然很感谢这些科技大佬都一直在支持我们这个产业，但我觉得从环境来说你必须要有某些条件，首先是资金嘛，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些科技大佬都一直在投资我们产业，那除了这以外其实我们还有蛮多基金的，比如说钻石基金、台山，我们还有这个承德等等，其实我们产业还是有蛮多的专门投资我们的领域的一些投资者，那其实他们蛮支持，支持我蛮久的，所以说要10年到15年。那当其实支持那么多的时候，慢慢现在开始有一些公司产现出来，就像比如说药华药啊，这个智勤啊，台康，永兴等等啊，其实可能也包括我们，我们慢慢就在浮到台面上了。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当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台湾定义就是说是不是下一个台积电，是不是下一个电子产业？那我觉得电子产业跟生技产业是有一点不一样哦。但从我们的领域来说，其实我们的产业在台湾是别的国家会蛮羡慕的哦。其实因为我们真的做的还蛮成功的，你看我们有自己的疫苗哦，其实我们有各种领域，我们还算蛮领先的。资源很多。对，从技术方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但因为我们这是算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产业，所以大家不太了解我们的一些细节。但其实从各种领域呢，我们还算蛮领先的。那我觉得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看，像我们上柜上市就超过200多家生技公司，那 total 我们大概有2000多家哦，在这个台湾，所以这算是蛮可有希望的一些数字，比例还可以再增加的。对，前一阵子9月12号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他签了一项这个政令啊，他希望说要投入20亿美元来扶植美国的生技产业。其实我知道我们宝瑞大概很多比例客户啊都在北美，对，那您怎么解读这项政策？我觉得他从 Trump 都讲了这个事情了，就是要 onshoring reshoring。 那他也是想到一些蛮关键的一些技术等等，但从他的这个20亿来说算是比较小，对我们产业来说其实一家公司都是2B2C 还大了，所以他要用这个金额来说要补助，我们觉得意思是有道，但可能个金额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我们认为，包括现在最近也是这个礼拜都跟很多客户谈说未来有什么产品要合作，其实他们还是持续会跟我们台湾来合作。所以短期来看起来说，这个只是对国内的有一些补助跟影响，但不见得还看到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会开始一些公转到那边。最近我们台湾来讲啊，投资事业也好，大家都知道说生技产业最近非常的火热。不过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台湾发展生技已经大概40年了。对。但一路走来也是到最近这 COVID 之后，大家讨论度比较高。对。这一路跌跌撞撞，您觉得问题在哪？其实我觉得生技业时间就是要拉长哦。其实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是要很多人体实验，那人体实验就是要拉长，这个是我们产业的很特色，跟电子业电子业 life cycle 6个月1年算蛮长的，对对。那其实我们都是要开发新药，是5年到10年哦。那其实我们失败率也蛮高的哦，所以这个最近可能正讲刚刚讲说15-20年淘汰的蛮多的公司，但我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其实最近特别最近这个其他的新药开发公司都开始浮到台面上，有一些要在美国上市的很多好消息。对，那我觉得说一个整个产业来说没有太大问题，但可能如果可以有更快进步的时候是我们要团结一点，要团结。对，就是因为我们是打世界杯，对哦，其实那我觉得我们很多还是有时候只看台湾市场，或看台湾有什么竞争对手，其实我们竞争对手不是台湾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要打
这个团体世界杯，世界杯、嗯、对，这个时候政府有什么能够帮得上忙？我觉得政府从我的角度、哦、来说，政府有蛮矛盾的角色、哦、因为、我们、产业是一方面他们要管我们，对、卫福部是要管我们、嗯、因为其实我们是做医药，是吃到肚子，所以我们的品管非常非常重要，很重要，所以他一直要控制控管我们、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产业必须要被辅助推动，对，他们在推动我们这个产业，所以其实两个有点在矛盾了，拉扯，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是蛮辛苦的，他们要这样子一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其实为什么我们这药不能在国内用呢？对啊，那卫福部就跳出来说，其实真的这个病人的安全很重要。嗯、那其实这个经济部会说，哎，其实我们要推动这个产业，嗯、所以其实对他们说蛮矛盾。但如果可以。其实因为最近有些人把我们比成像台积电等等，所以我其实我了解那个时候政府怎么补助 semiconductor 啊、嗯、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那段时间他们有请很多技术带引进来台湾哦，从 RCA Philips 等等，那也是最后请 Philips 投资这个台积电，然后早期有一个 cluster。然后一直在补助跟协助，从技术方面协助给我们，然后给我们技术的方向，听说那时候有 CMOS 的技术等等，选择这个技术往前，那未来我们细胞开发有什么技术，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个小分子大分子的一些这个技术该怎么走，就为政府可以扮这种角色，包括像未来像生策会是有了、啊、但我觉得其实他这是可以扮这个角色。不过我们从去年啊，经济部有发表一份白皮书是关于生技产业的、嗯、那看了之后发现说，哎，我们台湾生技产业其实过去8年都是有成长的、嗯、当然这当中包含很多啦，有智慧医疗啊等等，对，那其中制药我就很好奇了，在过去8年的时间我们成长幅度多大？制药来说，成长幅度都在3%到4%、oh. 哦。那特别这个大分子制药呢，到7%到8%，所以其实还是成长的蛮快。Uh-huh. 对，在我们这个产业，那其实这种成长的幅度，其实也是跟着这个需求量嘛啊、哦，因为人口高龄化，嗯，啊、哦，其实蛮恐怖的，就是从去年的数字来说，超过65岁的人多于低于17岁以下的人。对。Okay, 我们即将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了，对对对，大家都活得越来越久，对，那你需要增强身体的保健力。对，那我们的应该说治疗的方式越来越这个成熟，然后其实人就可以活越久，那人可以活越久就是需要吃药，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好像这次需求量是真的是越来越大了。不过我们看到刚刚提到那个只是经济部他们发展的白皮书，那是纵观整个制药产业，但是我们来看看哦，宝瑞他们的获利更是凌驾于这个之上。好，我们看到这张图，2014年的时候我们年营收2.18亿。但是到了2021年，你自己说到多少？2.2到49亿。49亿，而且 EPS 是双位数。嗯，是。这当中是怎么办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成长的动能策略在哪？我觉得就是以市场的需求，因为我们从大概2014年就开始蛮清楚知道说我们要做 CDMO 的啊、嗯哦嗯。那 CDMO 的这个领域非常非常大，最后去研究下去大概是154个 billion 左右。哦，那从150元我们怎么做到国际的这个规模呢？当然这个两亿数字非常非常非常小啊，那150元大概是1500多亿台币、美金，对不起，那所以其实两亿台币真的是要达到国际规模，我们才离很远很远，所以就是其实目标设定清楚的时候就往前冲了。对，所以当初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目标就已经很远大。没有一开始，但最后看到说我们在 CDMO 可以站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角色，然后还做的会非常不错，就开始往这个领域开始往前冲了。对，从刚刚到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盛董 Bobby 非常有前瞻性，那大家也好奇说，哎，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的喜欢上这个行业，喜欢上生技产业，看到它的机会，这跟你从小有关系吗？家里头爸爸是西药的代理商，很有名的。对，这从小耳濡目染吗？其实我你也知道，我3岁就去美国了、所以其实没有常跟父亲在一起啊。但其实对我们在家庭，不管他去美国或来台湾的时候吃饭，吃饭的时候其实话题都是员工薪水。
啊，这个成本多少，我进货多少，我谈过什么合约，我代理什么新药，所以那个领域是完全不谈我拿薪水我要去升官，那个整个话题都是以创业或做生意的话题，所以可能在那个环境长大的时候，我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可能想创业或生意头脑的。像我14岁就开我第一家公司，我做我第一笔生意了，14岁就开始了，就开始卖，在学校卖糖果了。所以你的血液当中充满了挑战性，好像是啦，对，然后就注入这个基因，然后看了有毛利这个东西是好奇怪，怎么产生一个毛利出现了，对不对？明明我可以买的比别人便宜，然后别人愿意付高价钱。从那时候开始，我对这个有兴趣了。那其实讲到我宝瑞的最应该产生，我怎么有这个想法呢？其实我们做西药做很久了嘛，做西药代理很久的。那一直以来从我出去看别的行业的时候，投资别的行业回来看说，好像我们这个合安行其实它有它的有限的，不，这没办法再成长的哦，在国内蛮饱和的国内经销代理，所以就是一直往别的方向看，往上或往下 ，OK， 是 vertical 或 horizontal 可以来评估。那最后评估就说要往上游来走啊，不管是制造或研发，当然就是一开始其实宝瑞真正的开始的是就是我们可以研究一些研发的东西啊，所以其实因为那个是最前端的研发嘛啊，那知道这个研发呢，就知道需要有一个制造厂啊，所以其实也蛮荣幸的，也可以买到卫材，就是我们台南的第一个这个并购啊，那买到这个台南厂的时候。其实发觉我们对代工还蛮善良的，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才觉得 CDMO， 其实我根本不晓得是 CDMO， 所以就代工，那我觉得其实然后蛮多人，因为我们品质很好，然后蛮多人想就开始找我们来代工了，所以反而代工的需求量比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成长的更快，然后就感觉到说，好像注意力真的要放在代工这一块的。早年台湾其实做很多代工，但是在前10年吧，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要做品牌，我们要做商模。对对。但反过头来，您反而觉得代工是我们的机会。对。最近大家都在流行讨论，就是我们本业在做的 CDMO。对。这个词，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它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对，其实 CDMO 也蛮有趣的啊，在国外都 CDMO， 其实15、20、30年都有，还蛮普遍的啊。那在台湾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我在做什么啊。其实我们刚开始，你看走到上柜的时候呢，都一直想跟这个股东或跟记者了解说，我们是药品代工。他说哇，代工听起来很 low 哦，你们是代工。那我想说没有，其实我们技术很难做，特别要量产到全世界外销等等，其实。那个品管那个规格非常非常高，花很多时间解释，这技术要一直解释，然后我就刚好我就跟别人讲说这个 CDMO， 然后最后有一个当然对很多记者非常认真，但那个时候的记者就说这个 CDMO 是哪一个国家的核准的一个用词，我说不是啦，不是 FDA， 不是CDMO 就是 Contract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就是代工跟代开发，所以这个时候 CDMO 对 OK， 你觉得这当中未来在这个全球性它的成长空间还有多大？其实它非常大，你知道这个我们产业当然就是从产生数据来说，就是未来会大概$150 billion左右，那我们的现在你看我们前20名的这个 CDMO 公司，它大概只占5%，所以其实它有蛮大的空间是可以变 scale， 经济规模可以变大，因为其实公司都还算还蛮小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有那么多并购，也是因为其实这个客户这种需要这种经济规模。那像你看我们新药开发公司越来越多，那现在他们的投资都跟他们说不要盖厂，做代工就好了。那你看我们10年前这个要临床的登记大概有10万个临床登记，新的临床登记就代表10万个新药在开发哦。再到今年而去年的数字40万，所以成长44倍了。OK， 4倍的这个药在开发现在哦。那在这些公司的70%都是新药开发公司。那统计数字70%这些新药开发公司的75%都是委外代工。所以其实这个需求啊，真的非常大。你前一阵子还说过一句话，我们台湾有机会成为整个亚洲的 CDMO 的中心。是，当然可以啊。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这个代开发代工是在我们 DNA 了。
所以其实包括每一个客户每一个 partner 跟我们谈，其实他就说哇好喜欢跟你们合作，你们怎么那个懂技术懂那么好，那么主动，那么这个愿意帮我解决很多问题，你们还有一些特别自己开发的技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很独特的一个位置，然后也是产业慢慢累积出来的，这也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所以我发觉说有这个需求，然后其实客户一直很喜欢跟我们合作，再加上国际方面来说，大家还蛮认同台湾的 quality， 然后其实在特别不管是从这个制造这一块或代工这一块，那连我们的生技业，其实你去美国你说你是台湾的公司，其实这是在排到前十名前二十名，大家都知道台湾，印象都非常好，对啊，你看我们这个亚洲区新加坡也没有 CDMO， 这个泰国印尼这个越南香港这个韩国有一个 Samsung 那大陆算是比较多，日本也只有几个而已，所以其实我们还难得的有一个位置是别人都还没有占到的，所以应该要把握机会。但在业界您还有一个称号，大家称为你是并购王，你知道吗？宝瑞他九年的时间并了六家药厂，哇，这非常辉煌的成绩，这个不简单哎。在这个当中啊，你有没有哪一个是你印象最深刻？会不会是2018？其实都是深刻，但2018对2018是很深刻。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算是还算小台湾公司啊，应该算是南部来的公司啊，我们台南厂哦，然后一个台南厂要准备要买一个美国，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台湾知名或最有名的一个美国的在台湾的开的公司啊，易邦，对，那易邦刚好美国那边他们想卖，那长话短说就是我们有个恩缘机会是可以买到它，但买它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的是蛮有一些蛮震撼的一个难忘的一些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宣布要买的时候，就是很多干部就马上离职了，原因是什么？他没办法接受他要成为台湾企业吗？对，他就说我本来是一个外商，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你也知道，台湾对外商有一个一个名应该算是一个希望，说我儿子可以去一个外商上班，外商薪水最高，骄傲的。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大家看说哇，一个台商，然后说出来一个那时候40岁的 ABC， 然后去那边说耶，我们要打拼全世界，没人相信我了。说实话，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员工离职啊？其实我觉得大概有5%左右吧。那当然也是有一些干部，我觉得是主要一些 key man 都有离职了，让你觉得那时候蛮紧张，蛮 sad。对，是蛮 sad 的，因为其实主要买公司，特别是并细药公司，其实人是蛮重要的。对，他有很多技术是在他的手上。也不是说有什么专利，其实他制造药有他制造药的，每一个制造药的过程在不同的厂都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在他手上其实有蛮多技术的。所以看来您对一间公司您的解读最重要不一定是技术，反而是人，对，员工本身。对，那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安抚这些员工？其实多跟他们沟通吧。对，多沟通，我觉得你亲自跑到那边去吗？对，其实第一天宣布的时候我就做一个 town hall， 然后就跟他们解释我是谁，我跟他解释我们公司，解释我们的愿景跟未来，解释我对这个易邦厂有什么期待期望，未来他们要走哪一条路，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最 key 的时候，其实你要给他们一个未来，你要给他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 belief。我觉得这个讲到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安定了。我讲一句就是，我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做的药，那他们就想到这个，就是说好像这比外商上班好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见得是要钱，大家只是特别年轻人，他们真的需要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已经点中他们心里头他们最想知道的未来在哪里。对对对。不过我们说这个并购它当中也有很多风险啊，但是明明有时候您看到那个风险就在前面，你还是愿意去冲过去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觉得这是台湾生技业甚至制药业的机会吗？我觉得一个每个公司要选择它的成长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觉得蛮多公司就说我不要并购，因为我都是要 organic 自己盖厂，自己因为都是我自己人嘛，对，我是应征你的，你来我这边，那你要可以有并购的能力呢，其实你的公司还有并购的文化，就是你可以很快从100个人再接受200个人进来，再接受400个人进来。对，其实这个是培养不同的文化，特别我们的这个经营团队他们真的是非常优秀，其实可以做到这么多，大概我只要付20%，其实真的80%是我的经营团队
非常厉害。那他们是有这个文化，就是说我们要并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清楚要什么了。那我们可以自然成长方式或并购的方式。我觉得他们有看到一些好的成绩，然后也应该是做出来一些好的成绩，所以觉得说其实并购是一个我们可以持续在做，但要很小心。就像你说，其实并购是一个蛮多风险的，然后并购的失败率大概八成以上，你还可以达到9年6000公司，还在努力中。OK， 不过我要替股东问一下，接下来还有没有更多机会？我觉得相信一定有吧。哦，对，我们现在占市场不超过1%。哦，所以其实我们要成为前20名的，那当然就是必须要往上成长了啊。那在台湾我们并到6家工厂了，虽然台湾有一点饱满了，那在国外的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机会。以短期来讲，假设我们说5年，您目标、您希望的大概可以到怎么样的规模？以我们财务长说数字不能讲、哦，所以我也不能讲数字。但从规模来说，我觉得就是全世界前20名吧。全世界前20名，大概我们现在有七个厂嘛，那所以其实未来至少要规模来说要20个厂，要在美国也要有厂，欧洲也要有厂，不同的剂型都要有啊，这个注射剂，我们大分子这边也比较持续扩。其实我们刚刚买这个大分子的资产，然后成立宝瑞生技，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未来会更大的发展。这个细胞治疗双引擎了，对对对，多引擎这一定要用了，因为其实现在你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CDMO， 其实这些大药厂必须要你是全方位的，他把所有东西交给你，因为他们也不需要有太多厂商。然后其实变成说我们真的是可以帮他们开发一些东西。阿明，你刚刚提到其实您从3岁就到美国去求学了，那后来您是在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对，那在那边其实你也发展得很好啊，在那边都这么多年了，什么样契机你会想要回到台湾来？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回台湾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看1990年代那段时间，那是那个网络刚开始发达，都是还没有压环的，那时候，然后但我们在旧金山哦，所以这算是这个 internet 的市中心了，然后我都觉得说我要开始创业了。我要当未来的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压，我时候都不晓得，我就创业，因为那个全满身要创业的。但不幸我父亲就过世了，我21岁的时候他过世，所以家庭就说一定要回来台湾。那个时候是我蛮荒唐的啊，那个时候就赶快把书念完，然后回来台湾。但有两件事情我非常感恩啊，其实第一就感恩台湾了啊，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真的蛮没有方向的，然后我一句中文都不会，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我的 home， 所以一来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蛮包容我，接受我，让我感觉有个家庭。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从第一天下飞机上计程车，就一个笑容。一个计程车司机就笑，就是 Welcome to Taiwan， 然后说哇，你是一个 ABC， 然后我大概一半都听不懂他讲什么，知不知道？但热情到家，还帮我拿行李，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欢迎我。就你在美国其实距离家很远，然后你也在美国是一个东方面孔，所以其实还是你不是美国人。但我一回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觉得我是台湾人，然后那个认同感跟包容的感觉，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感谢台湾，在我那么真的是没有方向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稳定的方向跟基础啊。那第二当然要感谢我妈妈跟我姐，那个时候其实有他们，我有我妈妈这个勇气，就去接董事长这个位置。父亲过世，那其实我姐姐也真的蛮用心的，就说弟弟没关系，你就去学习做跑业务等等，我来经营公司。才20出头岁。对对，她也都说25岁、26岁。那你知道两个女生那个时代90年代要经营一家公司，然后全部都是算是蛮男，都是男性的。其实我觉得那女生比较少在药业的时候，她们面临到的挑战跟一些这个障碍真的是几百个以上，那我都看到，亲自看到。但他们就说，Bobby，你不用担心，你就是慢慢学习，你好好做。所以有他们才给我一个机会，没有这种压力。然后到我觉得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我姐还在经营我的我父亲那家公司。其实我觉得他要一直感谢他，一辈子感谢他，他愿意给我那个空间，让我慢慢成长，我学习，然后包括做到这个业务经理的时候，到这个长官的时候，我就出去做一些投资，从外面看到说哇，世界那么大，然后有不同的看法对生意，然后不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不见得必须要做一个经销代理商而已啊。然后不只是说可以看到，然后再学到怎么做，应该是我去做一个 Life MBA 啊，然后其实交了好多学费，然后失败了好多次。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大概2007年的时候，回来跟家人在吃饭的时候，我姐姐跟我妈就讲，哦，现在我们代理商遇到蛮多的瓶颈，现在啊，其实让我们谈说未来20年要做什么。那当然就是我就开始跟我姐研究说这个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在哪里。那个时候才让我有一个过去所有的十几年给我的工具，可以评估台湾现在的药业，然后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因为大家都陷下去的，每天这个健保价好惨啊，什么都很都糟糕。那真的是我可能是少数的，就说，哎，要不要国际化？你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对，就是你们为什么在这样做？我们为什么就不往委外发展就好了？真的就这很奇怪。我一直觉得说，哎，那我们为什么啊？太难太难了，我们就在国内这样子炒一炒就好了。那所以可能也是我是算是外人嘛，我就说，但我们要不要就开始委外发展？因为如果我们要做到某一个 size， 其实那个时候我才看到说 scale 那么重要，经济规模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找好的人才，你才有竞争优势，你才有机会跟国际的规模接上规，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我才看到说，你没有经济规模就做不到。但我怎么样看台湾就没有经济规模，只做台湾市场，太小了。所以这我们领域啊，在这我们药业来说，其实要到了规模问题，必须要委外发展。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些是成功案例啊，就可以有到菲律宾啊，有到等等。其实有时都是一些我父亲的很好的朋友，都还做到亚洲不错。但我在想说，应该还可以到美国，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感谢有这两件事情，两个这个感恩的这个事情发生，可以让我真的现在是有宝瑞的，而且也从那个当时第一个笑脸哦，那份温度，让你一直到现在，不论你走到哪里，走到全球的哪里，你都永远记得你的根在台湾。你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再必须要讲，我是爱台湾到什么程度？虽然我真的台语也不太会，然后我爱台湾，你也不会，对，一点点，一点点，公话爱台湾，爱台湾，爱台湾，爱台湾。好，很奇怪，我真的很奇怪，特别我去台南的时候，大家觉得你好奇怪 ，A B C 怎么那么喜欢台湾？我觉得为什么像我去任何地方，在任何的，不管是在德国啊，在南非啊。你说你是台湾来，台湾从台湾来的，他们就说哦，就是对你一个笑容。然后某某人去过台湾，也是说台湾好棒。你知道你们这个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外交真的多好。然后我最印象最深刻，我去这个买这个 GSK 厂的时候，那应该算是加拿大前三大的药厂，非常大。OK， 对。然后它外面可以挂这个旗子，然后我买的第一天我就说一定要挂那个台湾中华民国的那个旗子，国旗。然后挂上去的时候，我们赶快出去照一下。然后去看到他的照的时候，冷得要命，然后负10度，但我一定要挂，我一定要挂。你亲自吗？看着他挂上去。我是看着他挂，但亲自挂可能也是做不到，因为太冷了啊。然后衣服也带的不够多，但看他挂上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也希望说，在台湾给我那么多，我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一个让大家认识台湾，然后透过从我这小小的领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这是我的荣幸了。所以也很感谢台湾的。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哦，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公司的文化很重要。好，我们就打个比方，我们用一般来讲好了，他们是美商，是外商，那你要并购告台湾的企业，这双方文化你怎么让他们去做融合？当时你怎么办的？你提文化是在我们公司重点排的前三名吧？前三名，第一是什么？文化第一就是要 deliver results 啊，就是一天必须要达成目标。我们也不管每个月设的目标，每一季设的目标，每一 KPI 还是要达到，就是非常清楚deliver results 是为第二是 teamwork 啊，第三是 culture。对啊，所以 culture 非常非常重要哦。其实这个 Peter Drucker 说 culture eats strategy for breakfast 哦，就是 culture 比 strategy 重要。这个翻译的，我也不晓得怎么翻译，不好听啊。But culture 很重要，所以其实当你要先定你的 culture 是什么，你有没有花时间了解你的文化是什么？你了解你的文化，然后可以真正执行到你的文化，而不是说就哦，文化是这样子，但我们是。自己是另外这样做，喊当口号。对啊，我们是 teamwork， 但我们是真的老板制，还是哦，我们这个就不适合。就是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做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清楚文化写出来的时候呢，你才可以跟别人讲，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那他们很愿意学哦。其实说实话，买这些公司，
他们都知道很清楚的未来，所以最后很快他们就想跟我们一起共事这个未来，他们很想贡献到这个未来。但你要跟他们讲说 how， 我常说 what does good look like， 我要跟你讲说做好是什么样子。OK， 那好不只是一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好是一个好的文化。那我要讲很清楚我们的文化，然后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跟他们沟通沟通再沟通，从第一天跟他们沟通，每20天每30天跟他们一个 town hall， 一并完之后 day one 就做一个策略会议，2天的 offsite 策略会议，然后再加上有一个 board family day， 就是全部的公司在他们家庭都一起来，然后我们就是一天。你在意这个事情，我非常在意，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家庭文化在公司里头。对对，然后我其实我也觉得家庭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了，真的。对对，然后工作影响到你家庭。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其实我觉得从早期就在跟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 Bobby， 你这个 hire 一个人，但一个员工其实你是在养4个人呐、啊。哦，因为他的太太，然后他有2个孩子 ，maybe 他爸爸妈妈都是靠他一个人，所以你要知道你有这个责任在。那相对呢，其实这些人也都会很感谢你。哦，那你是跟他这个样子的关系，你跟员工关系，而不只是薪水跟他交一份工作给你，而你是在养一个家庭。所以我觉得那当然很棒。那我的想法就再往前就是说，那家庭会影响到他的工作的能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我希望他们的家庭知道说，哇，这是你的公司。你真的有一个很棒的工作。那当我要他们加班的时候，这个先生或太太不会让他们另一半生气说加班。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哦，原来都是用意是如此。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可以，孩子也可以来，你的爸妈也可以来。真的，我想见他们。对，我想跟他们讲说，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先生、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太太是多么棒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有多么大的愿景。然后我们是一个 family 了。OK， 那我们也很好奇啦。假设今天面对一个年轻的员工 ，junior 非常年轻的，您要怎么样建议他如何向上管理？哦，如何向就管理不是生出来就会做的事情哦。然后特别我们有很多科学家在我们公司，很多 PhD， 很多这个硕士，很专业的。他们觉得哦，我念书是念一个 engineering、chemistry 等等啊、哦，那。商或管理不是我要学的，这个本来就是我做久就升官的、但不是，其实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啊、所以我会建议他们说多看一些书哦，其实多尊重这个领域，是管理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像我从要管一个60个人的公司、现在管到1500个人的公司、当初只有60位员工，对对对对，那同一个总经理的哦，那我一直在调整我自己，我一直在调整我怎么管六十个人，大概我2个主管就可以了，可能我一个人就可以管60个人。但你要到1000多人、2000多人、3000多人的时候，你大概只能管5到6个人啊、那他下面这些人你怎么 train 他们，怎么去跟他们沟通、怎么让他们了解你的目标，然后可以贡献你给你的目标，那你怎么评估他们，怎么教他们？我觉得这个都蛮重要。那讲到跟年轻人来说，其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哦。其实，我发觉常很多人看现在年轻人看 YouTube 啊等等啊，都很好。但会建议他就是每一天看一点书，看5页到10页。比较缺乏系统性的学习哦。如果说他都从网络摄取一些知识的话，对，但因为有网络，就是系统性学习越来越少。说实话。哦，那这个是一个趋势，所以也没办法说啊，你必须要上课，因为他们就说哇，我都有好多其他方式可以学，那 OK 了，那你也可以从 YouTube， 但我是觉得说，不管是 YouTube 或 Audiobook 或自己这本书，要看，要学，要学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就常跟一些同事说，我说如果可以保证你明天会变更聪明，你会不会做？肯定会。对，那我就保你每一天看10页。一本书，每天看10页，你明天就会变更聪明。就做这么简单的事就好。那来到我现场，我在说，哇，比照片上面更加的保养的非常好，很 handsome，当然不用讲，但是他保持的非常好。你平常也有运动习惯吧？有。平常就是从事哪一些运动？其实刚开始就是比较抱怨篮球啊什么这些都打，但最近就是比较可能不太这个容易跟他们撞来撞去的时候，就外面跑铁人三项，我就开始做铁人三项比较多啊。然后有一群朋友是一起这个做铁人三项。你觉得从事这个运动项目，对您在事业上面有没有一些相关联、一些影响？哦，常常啊，其实我想你在这边这个访问我很多老板嘛，其实老板是非常 lonely 的哦，其实没有人跟你在讲对或错，大家都说对，然后你做有时候做错他也会说对啊、哦，然后等到你失败的时候，大家就
就离开你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寂寞的一个位置啊。当你在做别人比铁人三项，也在 push 你自己，所以其实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要跟你说 go one more， 再一公里，再两公里，还是骑脚踏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所以你在一直 push 你自己，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发觉也没有人在 push 你，其实反而你做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大家觉得你好棒，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那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成功家或成功的企业，最后就是被盖过失败了，因为可能没有人在一直在激发他，所以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说，要再往前，再快一点，再多一公里，再游快一点，再骑快一点，因为赛铁人三项是你一个人，没有人在跟你讲话，跟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然后你跟你自己比，你的 personal best 在比，所以其实这个让我学到说，哎，其实当我觉得够的时候呢，其实不够，我还可以往前冲。这也体现在宝瑞身上。对对，那大家觉得很多压力，就是，但我会觉得说可以前冲，可以前冲。但我其实包括到现在，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刚开始而已啦，打世界杯不止这样子啦。OK， 好，今天非常荣幸哦，邀请到宝瑞的盛董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盛董，谢谢主任，谢谢大家。好，决策者，我们下周见。